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灯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。路加福音一章四